刘佩元的英文教室啊，实用绘画篇第136集，我们看他迷恋他长达半年，这样的要怎么讲啊？迷恋啊，某人迷恋某人啊，长达半年。我家坐南朝北啊，啊坐东朝西啊，啊坐西朝东啊，啊这些房子的坐向怎么讲？你可以量一下这个圆圈的半径吗？啊，圆圈啊，半径。他的性情啊，很容易紧张。他有一只畸形的腿啊，一只腿长得发育不全。啊，这些都是日常生活可能用的啊。我们看看，他迷恋他，男的他迷恋女的他，长达半年。His infatuation with her lasted 6 months.His infatuation with her lasted 6 months. Infatuation 就是迷恋啊 ，infatuation 这个字有点困难。Infatuation 迷恋啊，迷恋这个女的她啊 ，lasted 就是啊，维持了多久啊？维持了6个月。His infatuation with her lasted 6 months. 我家坐南朝北啊。Our house is a northern exposure. Our house is a northern exposure. 啊，这边可以加一个 N 啊 ，northern 就是北向的啊。所以英文里面 northern 就是朝北啊，没有这个坐南这个字啊，就是朝北，就朝北一定坐南朝北嘛，你不可能坐东朝北嘛啊。所以家里。是北向的，向着北边啊，就是一大门啊，大门，这一出去大门，朝北、朝东、朝西、朝南。Our house is a northern exposure. 你可以量一下这个圆圈的半径吗 ？Could you measure the diameter of the circle? Could you measure the diameter of the circle? 啊，你可以 measure 量一下啊，女人的三围呢，叫 three measurements 加 ment 啊。Diameter 就是半径啊，啊圆圈啊。Could you measure the diameter of the circle? 他的性情很容易紧张啊。She was of a nervous disposition. She was of a nervous disposition. 啊 ，disposition 就是脾气啊，脾气啊，性情啊，容易紧张 ，nervous 紧张。然后呢？啊、我们看看他有只畸形的腿啊，有一只腿发育不良。He has a deformed leg. He has a deformed leg. 啊，脚，整只脚，大腿、小腿叫 leg 啊。一般我们讲 foot 是足部啊，是这个脚踝下面啊，所以不是大腿、小腿叫 foot， 那个叫 leg 啊。真的，这个整个脚掌啊，从脚踝下面啊，那个真正接触地面的那个才叫 foot。啊 ，deform 是畸形的，加 ed 啊，常常动词啊加 ed 啊，就会变成形容词。另外，我们顺便再学一下这个，你说这个人的脾气、情绪，各种情绪啊，我们就学一下整套的啊，这是整套的啊，高兴啊、难过啊、激动啊，哎，这学一下啊。一般情绪可以加 emotion 啊 ，emotion 情感或 disposition 啊，性情啊。那我们看高兴的、啊、高兴的怎么讲，可以讲 happy， I'm happy 或 delighted、啊、delighted 比较英式的英国式的，可以讲 happy， 也可以讲 delighted 啊。然后真的很幸福的、啊、happy 是高兴、啊、happy 不是幸福、啊、happy 是一下子很高兴嘛啊，这个老板发了奖金啊，这个老爸老妈给多给零用钱啊，这一下子很高兴啊，或者一个美女答应跟你吃饭，很高兴，可幸福就觉得很幸福。啊，我家里这个太太啊，贤妻良母，小孩子啊，这个功课很好，很乖啊，真感觉到很幸福。两个是不一样的，幸福是 blissful， 狂喜的，一下子太高兴了，我中了头啊，中了2亿啊，不得了啦，狂喜的 overjoyed， 或者另外一个是 ecstatic， ecstatic 啊，这个字难一点，很激动的 thrill 一下激动，一下激动啊，一下受到什么刺激，一下很激动啊 ，thrilled 啊
这突然这个像很多视频啊，这个儿子啊在外国当兵，美国的啊海军陆战队或者是军人啊，回来之后跪不讲，给妈妈一个惊喜，然后妈妈在里面在家里除草啊，整理花朵啊，还是在做家事啊，啊突然之间有一个从外面碰他一下，那老妈妈干嘛啊，谁啊，怎么那么无聊，就一看儿子，哇激动的抱啊亲啊，哇儿子已经这个半年没见了，一年没见了，在前线在阿富汗在哪里，哇突然在我面前，哇这是我亲生的儿子啊，亲啊抱啊，哦高兴的要死啊，不放啊，打死也不放啊，激动的 thrill 满意的，我们讲 pleased， 当你也可以说高兴的，就很满意的，我很满足的，满意的 pleased satisfied，很松一口气的 relieved 啊，本来找汽车钥匙找不到，哎呀会不会丢掉了，或者钱那本来藏在哪，怎么突然不见了，后来找到了啊，如释重负啊，松了一口气。有兴趣的可以用 interested， 很难过的 sorrowful 或 painful 就很痛苦的，难过的，很惊讶 ，surprise！ 外国人最喜欢这个啊，帮你过生日啊，本来不告诉你，然后你一回家，一看，哎，怎么黑黑的？啊，奇怪，电灯怎么打不开啊？不亮啊！人家先把保险丝啊什么或者开关弄了，就突然之间灯火通明，一大堆亲戚朋友家人，也有十个，他 surprise！ 难过的、生气的 ，upset， 很烦闷的 ，annoyed。Annoyed 啊，很不悦的，不爽的啊，被刺激到 irritated， 生气的 angry 啊，这边都是形容词啊，都是用形容词。如果名词就是另外一套啊，另外一回事。angry 很愤怒的 mad 很悲伤的 sad grieved 啊，是震怒的，非常非常生气 outrage 啊，心情很受伤的 hurt 啊。很惭愧的 shame 啊，感到很迷惑的 confused puzzle 啊，感到很无聊的 bored 啊，感到很挫折的 frustrated 啊，感到怀疑的 suspicious 后悔的 regretful 啊 regretful 孤单的 lonely 有愧疚感的 guilty 焦虑的 anxious啊，你看这边很多啊，情感表达情感一套很多字啊，啊，我们只英文只念一次啊，我们再念一次，中文自己去看。Emotion, disposition, happy, delighted, blissful, overjoyed, ecstatic, thrill, pleased, satisfied, relieved, interested, sorrowful, painful, surprised.Upset, annoyed, irritated, angry, mad, sad, grieved, outraged, hurt, shamed, confused, puzzled, bored, frustrated, suspicious, regretful, lonely, guilty, anxious. 啊，我们再把最后这五个句子啊，我们再念一下啊，就是实用绘画，这都很好用啊。His infatuation with her lasted 6 months. His infatuation with her lasted 6 months. Outhouse is a northern exposure. Outhouse is a northern exposure. Can you measure the diameter of that circle? Could you measure the diameter of that circle?She was of a nervous disposition. She was of a nervous disposition. He has a deformed leg. He has a deformed leg. 啊，我现在有15个 YouTube 频道啊，就是我希望大家看这12个，我念一遍啊，这12个最基本的，一字多义，正确发音啊，实用绘画啊，成语造句，常用错误，经典演说啊，常去破解。简易表达啊，知识阅读啊，特殊文法啊，英文测验，基本单词，这十二个啊，再加上其他3个综合性的。那我希望你能够帮我15个都按订阅啊，因为一般人都
网友啊看的只按一个订阅，他以为只有一个，其实有十五个啊，可以按十五个订阅，花你花个三分钟四分钟时间啊。这一集讲这里。